应美国华裔小姐选美会邀请，为第十四届美国华裔小姐竞选做特别嘉宾的香港影视红星马德钟，21日嚟到选美会指定珠宝赞助商黎兴恒生集团属下位于宝屋伦八大道的恒生珠宝金行分店举行签名活动，率先同 fans 见面。大批传媒同 fans 一早在恒生珠宝金行门口等候，并挤得店内外水泄不通，希望可以一睹偶像的风采。当马德钟出现恒生珠宝金行时，fans 们情绪高涨，纷纷欢呼同高举相机拍照。之后签名会就正式开始，在门外排队等候的八多人可以分批进入店内，同偶像近距离见面同签名影相，场面非常热闹。黎兴恒生集团董事总经理赵俊玲代表集团送出金羊摆设俾马德钟留念，马德钟并与黎兴恒生集团负责人同职员等拍照留念。第十四届美国华裔小姐竞选决赛将于8月22日星期六深夜1点在康州金神大赌场举行，详情请浏览美国华裔小姐选美会网站MissChinesePageant.com。